校园三剑客重聚香港，干杯！我终于顺利抵达香港啦。嗯，刚好我们也有时间。嗯，对啊，而且现在来香港是不是又近又方便呢？都毕业了那么久，到今天你猜我们见面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哎呦，可以啦，我最爱你们两个啦。我也爱你们两个，尤其是你，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又出新专辑了。来，让我们为小天后希拉的新专辑干杯！干杯！哎，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必须要祝福这俩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已经有新恋情。哦、真的、天哪，你告诉我，我只是在网上认识一个男孩，然后跟他聊得特别特别好、然后每天晚上都聊特别特别多话题、有那么一丁点的暧昧、然后他约我来海洋公园、所以你约的是小鲜肉物，希望是。港老街终于到了，等一下、我们先让 Celia 自己先进去、对对对，应该让你先进去、你应该见你的网友啊，看这里、看这里好不好？哎，妆都化了啦、真的吗？不要紧张了、眼睛这里、有一点再来那个粉饼。好，你先走了，你先走，走走，先走，快点，先走啦。哎呦，怎么没有一个很帅的了？哎，那个